环保宣导暨慈心周活动，行动爱地球，2013环保启动，伸手第一份，祈福趁现在。典礼开始，首先感谢各位长官，还有各位贵宾的莅临，以及我们学校的同学们，欢迎你们来到现场。那活动一开始呢，我们要邀请到一个重量级的社团来跟大家做演出。大家知道是什么社团吗？创作音乐社。哦哟，创作音乐社哦，那它在我们学校是非常风行的社团，跟慈心社一样哦。好，很简单，就是未来和梦想决定在自己手上。就像纸飞机一样，就这样就好了。然后，对对，很短。好，我们唱一次哦。未来和梦想决定在自己手上，就像纸飞机一样。可以吗？好，第一句。未来和梦想。来喽，五、六、七。未来的梦想决定在自己身上，就像纸飞机一样，要往哪去飞，要怎么去闯，我勇敢的飞翔。来，这首纸飞机，欢迎创作吉他社。Oh,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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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聚会要怎么聚散，付出时间和力量，未来和梦想决定在自己手上，就像纸飞机一样，要飞遗忘的方向，就是前方。要飞往的方向就是前方，我勇敢的飞翔。紫飞机，谢谢大家。表演，所以等一下我们这边结束之后，我们这边活动看完之后就可以来再去看他们表演哦。好，那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环保启动开跑主持人，我叫玉文，大家应该给我一点回应，叫玉文好吧？我再讲一次哦，我是今天节目主持人，我叫玉文。玉文好。这些教官这里是哪些班级？怎么那么优秀啊？优秀的班级就是正修人呐、啊。好，那我们今年呢、啊，环保启动，我们已经迈入第几年了？有人可以猜猜看吗？第二年。第二年，好，还有人有其他的年数吗？来，教官，你猜我们第几年了？乘以十倍。乘以十倍哦。好，我们慈青是20年，那我们今天环保启动，我们已经到了第三年喽。那我们经历了三年呢、啊，我们刚才我有提到说，我们正修现在慈青生是第几岁生日？20哦。那非常感恩有这么殊胜的因缘啊，让我们在这边相聚，一起为地球尽一份心力哦。那我们从一开始，从第一年，我们是从环保十字宣言，我不知道大家回想两年前还在的话，在我们学校的话，我们是进行环保十字宣言。到了前年，我们是进行一日五善，一天五善的省水省电，还有呢，携带环保餐具，还有蔬食，以及改变交通方式，就是我们这五省就是我们一天五善，就是这五个部分。那到了今年，我们所推动的部分叫做伸手 give me five。现在好，我们今年呢、啊、就是推动五省。我们第一位要介绍的是环保局环境卫生管理科的魏先生。好，我们一起来跟大家挥手。好，非常感恩来有这样的机会跟环保局这边做一个互动哦。那接下来我们要邀请到财政部，很长哦，我很紧张。财政部高雄国税局凤山分局的两位贵宾，起来跟大家挥挥手。好，我想大家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国税局是国税局吗？会跟我们的环保有关系？等一下让大家知道哦。那接下来我们要邀请到我们，也是我们大家长哦，是我们的杨总教官，我们的军训室主任。好，主任，让我们来跟大家挥挥手好不好？虽然大家都熟悉也认识。好，那接下来要邀请到我们的我们这一次也一直很支持我们一直以来环保启动，一直支持我们的生辅组的生活辅导组的组长李美玲组长。好，感恩。接下来啊，哦，看那是谁吹的？可以再一次吗？换下一个。好，下一个林主任也要哦。好，那接下来我们要邀请到一直之前有跟我们慈青社合作的一个组，叫做什么组？大家知道吗？叫做卫保组。我们欢迎我们的林主任，跟大家挥挥手。好，感恩林主任以及在场的所有的教官以及老师们。哎，那大家有看到我们贵宾席还有一些人没有介绍到吗？我们可以请这些师姑师伯，我们都称呼他做慈济的师姑师伯，跟大家挥挥手，非常感恩。慈济社一直以来有这些爸爸妈妈的陪伴，感恩。让我们更加的茁壮还有成长哦。那今天呢、啊、有这么多的长官到了现场，一定要让我们的杨总教官来跟大家致辞。那因为今天学务长可能没有办法亲临到现场，因为有重要的会议要开，所以我们有委托到我们的军训室主任杨总教官来跟大家致辞，我们掌声欢迎。我们
在座的贵宾，有我们环保局的长官，还有我们国税局，以及在座的师姑师姐，最重要的还有我们最可爱、最有礼貌的同学们，大家好。好，很荣幸啊，代表我们学务长来这边来感谢我们今天，除了各位参加的贵宾之外，还有我们支持我们环保运动的朋友们。学务长常在讲啊，我套一句学务长的话，我们前阵子在办一个活动，常常问我们中国人，常问你吃饱了没有，从现在开始有没有改变了，你环保了没有，常常来做问候。其实有一个小小的动作啊，可以看到各位，我们在学校里面不管你做一个任何的小动作，其实都有影响力的啊。我们今天推动环保的运动，就是从本身开始做起。那交班的认为环保有两个层面，一个是我们讲体内的环保，那我们刚才所提到我们健康舒适对各位绝对是有正面的影响，那体外包含你所有看得到任何的部分都属于环保的一个部分。那我在这边可能各位想想做个小小的测验，你可以回家里面，在你的电不用的时候，哪怕是一个开关一个延长线，你把它拔掉，你去试试看你省了多少电。那教官自己省过啊，在去年我们做比较，同一个月跟去年比，其实我除了把一些我们用的电器做省电的一些电器之外，我也注意到开关我拿掉之后，我发现到我今年同一个月份的比较整整少了不少啊。那我预计大概算一个月少了300-400块钱，其实不是钱的问题，其实在能源的部分，能源是有限的，各位的力量是无限的，因为你的无限的力量去改变能源，各位知道能源有一天都会用完，不管在任何方面都是一样。那各位看看能源还有水源，在我们没有水没有电的时候，你想想看，各位在座的同学，我知道在宿舍有一天停电你都会很难过，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些电是哪边来的，它需要靠一些资源来做发电的工作，如果你省了去利用它，可以用得非常长久，对个人对别人来讲都是非常有用的啊。那我们环保运动的启动，其实对各位我们在这边是做一个示宣示，也希望各位同学啊，在座的各位同学能够发挥种子的精神，你先来参加这个活动，代表你支持他，去影响到你的同学，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从你个人的表现开始就会看到了一些影响，那我们能够做到的这个运动的意义就达到了。那我在这边除了预祝我们这个活动能够非常成功之外，也预祝各位在座的嘉宾以及我们的长官，未来我们在推动运动带给我们学生正向的啊，除了身体健康之外，我们还有一个非常喜悦的一个精神。那在最后还是预祝我们的活动能够非常的顺利成功，谢谢大家。什么？你人家说之前都说怎样，你吃饱没吼？现在说怎样？你环保了没有？你环保了没有？这很重要哦，因为现在啊，以前都很重视吃饱，那现在温饱其实也对于大家来讲好像也不是这么的复杂，也不是这么的困难，但是现在大家应该要注重的是你环保了没有。那刚才玉伟有跟大家提到我们这一次伸手 Give me five， 大家的 五只手指头可以借我吗？来拿出来，好，我们全体拿出你的五只手指头，来，我看你看你隔壁有没有拿出来，如果没有拿出来你举两只手帮他举，好，来拿出来了没，来我看看，来看一下你的左右邻居有没有拿出来，好，看到还有没有人啊，好，来我们大拇指叫做神水，来跟我一起念一次，神水省油，省电，省时，还有省钱，让你的口袋饱饱的。那其实啊，省钱放在最后的原因是因为什么？跟杨总教官，我想说杨总教官一定有偷偷在跟我们学习哦，或者是也有在看上人开始哦。为什么呢？因为呢，省水、省电、省油跟省时之后，一定会怎样？省钱，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这次我们可能现在经济也这么不景气的状况之下，大家可以从自身做起，让我们的节约能源更落实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哦。那在我们非常，我们再以掌声来谢谢我们杨总为我们的勉励以及支持。好，掌声，感恩我们的杨总教官。好，那
其实啊，我们做这些运动，我们在讲说，其实有很多很多活动。今天大家来参与这个，是不是也是个活动？我们很期待活动可以变成什么？可以变成行动，行动之后变成什么？运动，它会变成是全民运动。像一开始我们也在推广那个环保碗，其实大家也都觉得，哎，不可能啊，纸那么好用，为什么要拿环保碗？可是有没有发现这五年来的推广到现今已经变成什么全民运动了？那现在啊，我们就是要跟大家讲说，其实很多的运动要恒持当下那一刻，因为当你有恒持当下那一刻的时候，你就可以继续的环保下去。我们接下来要欢迎慈心社带来的这一首手语歌，叫做《人要恒持当下这一刻》，掌声欢迎。好，我们再给慈心社一个热烈的掌声。好，人真的要恒持当下这一刻哦。大家好，我们是慈心社。好，我们下面的同学们一起拍手，拍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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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下面我们一起打节奏哦，非常可爱的一首歌曲。暂时要换，暂时这一刻不要匆忙，不要妄想，说不想做，不如动手做。要知道，知道是知而行到人生，要暂时当下才一刻不要空谈，不要妄想，说做想做，不如动手做。要知道，双足能行万里路，双手才能做天下事，寻找生命的答案，在旅行体里心的体悟，小事不做大事难成，听不如心，说不如做。沙漠也会成宇宙。好，我们现场家人们，我们一起再用热烈的掌声，一起来帮这个节奏打拍子哦。右点右点右点，左点左点再左点。好，我们都想说奇怪，慈心社怎么都只会比手语啊？其实也会服务的啦。当下这一刻不要空谈，不要妄想，说做想做，不如动手做。要知道，双足能行万里路，双手才能做天下事，双手才能做天下事哦。生命的答案在你身体里，心的体悟，小事不做，大事就难成哦。心说不如做，有毅力要勇敢，坎坷的道路也能。沙漠也会成宇宙，找生命的答案，在你身体里心的体悟，小事不做，大事能成，听不如心，说不如做，有了你要勇敢，坎坷的道路也能走到平坦，寻找生命的答案，在你身体里心的体悟，多做多得，少做多失，说不做，只要有心都说做，沙漠也会成宇宙。非常感谢慈心社带来这么精彩的表演，我们热烈谢谢慈心社。好，感恩。非常慈心社已经20周年了，我们很期待大家可以来共同共襄盛举。晚会时间是在晚上的7点到9点，我们6点半开始入场，在我们的至善厅。好，今天的活动到这边到一个段落，但是我们期待大家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等一下要做一个仪式，我们环保启动的仪式要开始，我们请我们的伸手 BB 拜的拜的手要出来咯。好，这只手大家会觉得很奇怪，怎么会空白的？
因为它必须要借我们的长官还有各位同学的双手把它贴起来，会变成我手上的这一个伸手 PP Fly 的启动仪式。好，我们是不是可以邀请我们的学务长啊，学务长的代表，对不起、学务长来了，我会吓一跳，没有，我没让他省水。来，在贴的时候呢，教官我们来讲一个省水要怎么省水。我们学校就做的很彻底，我们有装一个省水的开关，还有各位在使用我们在左右我们的厕所的时候，其实也考量，如果说我们有一个比较简约的一个方式，我们可以在自己的坐的马桶里面再让你换个保特瓶，啊，这就有做到省水的一个方式，至少我是这样做的啊。好，我们谢谢教官，教官请留步哦。好，那接下来我们要邀请到环保局卫生管理科的魏先生。魏先生，我们要给魏先生省电。好，魏先生，我们来考验一下怎么省电。哦，省电哦，我们就是使用节能灯具，节能电器。那我们不要用电器的时候，我们把它关起来，你们随手把那个插头拔掉。谢谢啊、哦，对不起。都是一些好方法。谢谢魏先生，哎，这个都没有蕊好的，都是考试的哦。下面长官很紧张哦。好，我们请魏先生帮我们贴上省电。好，请魏先生留步哦。接下来我们要邀请到林组长，我们的哦，两位都林组长，我们先请我们的生辅组的啊、哦，好，没关系，来，我们的卫班组组长林组长来跟我们林主任帮我们贴省油。好，主任，我们要怎么省油？那个同学可以走路的时候尽量不要骑摩托车，谢谢。哇，非常的好，一语道破省油的观念哦。来，请主任留步，请我们的生辅组主任啊、组长，我们的美玲教官来帮我们贴省时。哇，这个很难哦。好，等一下，还不能贴，要先讲。我要把这个答案献给我最亲爱的冠海。掌声欢迎！哎，冠海大哥呢？啊，他躲起来了。好啦，教官，我们考你。他省时去了。其实呢，我是回家需要煮饭的人，所以呢，我都会把我的这个需要烹煮的东西先预热好，然后回家就把它加热，就可以节省我们的金钱，还有瓦斯跟电的一个使用哈。所以献给我们家里主妇跟教官一样的人哈，这是我的省时的一个做法。谢谢我们教官，给教官一个掌声好不好？我觉得真的非常棒哦。好，最难的，我们要交给我们的财政啊。对不起，我先讲一下财政部为什么今天会来呢？我刚才一直要讲，一直没有讲，因为呢，今天要推广电子化的那个电子发票哦，这个非常，所以我们把它放在靠近 Seven 的地方，就是大家如果省下来的金钱可以去这样子去花费的话，有我们的电子发票的话会更环保。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请一位贵宾上来，也可以一起上来，没有问题。好，来，我们掌声欢迎财政部的凤山分局这边来，我们跟我们讲怎么省钱哦。那个节能环保爱地球啊，把那个章程节省起来，然后不要拿发票的话呢，就可以节省很多的金钱。非常的好，我们掌声谢谢。好，接下来我们要请我们的慈济的师姑，原本以为贴完了没事了，不对，我们有两句话叫做伸手 give me five， 祈福趁现在。我们邀请一位师姑来，来，我们请香怡师姑，我们掌声欢迎。好，为我们贴上祈福趁现在跟伸手 give me five 的标志。好，那是不是请我们的长官，好，就直接贴上去。掌声，谢谢我们的慈济的师姑为我们贴上这首伸手 give me five 祈福趁现在。那我们请在场的所有的长官往前一大步。好，我们要跟这个是不是可以请大家就是往集中一点？接下来我们要靠大家了，因为等我刚才有说要靠大家，对不对？请所有的人一分钟内全部到长官的后面，我们要拍一张合照。那如果最后的在没有在里面的，我们就请他跟大家分享怎么省水、省电、省油、省时、省钱。好，我们一分钟行动，请大家到长官的后面开始。好。